骑着四轮电动车，陈好行动无阻，能在大街小巷到处转。你在保养啊？早年在市场卖面线，陈好人缘相当好。有当啊叫面线母啊，来修啊叫阿母啊，伊人真好，真趣味啊。骑车拍拍照，重点是收功德款。陈女士就是二十多年的资深会员。八十几岁了，这样子很用心。啊，不过也是爱做，身体才会健康啦。能做就是福。陈好家里是环保回收店，认真做环保，清洗空瓶空罐，清净在源头。洗洗的吼，较袂安尼，滴个一死个。86岁高龄，身子骨还很硬朗，只是双脚行动不便。左脚换过人工关节，右脚膝盖曾经受伤，拄着拐杖照样付出。啊，这脚是跌倒哈。哎呀，手工得紧，哎，落，哎，因个门口吼，骨骨落吼，骨骨就出落去。没主动出门回收，街坊邻居自动送来。伊进前是无遐严重，是买啊了才安尼，即买啊即几年才安尼，啊安尼了，伊就渐渐较无咧讲安尼出去安回收。能付出，陈好满心感恩。我做欢喜啊，咱常人讲啊，会做就爱做，吼，袂做就废去啊。大新闻黄子玲、王光辉，彰化报道。